说人家还说我欺负女生。你别在这嘴给我搭巴了，我告诉你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来嘛来嘛，加海力，加油，加海力，加油，加海力，加油！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赶紧吧，开始，真的啊！不行不行啊，西狗，你多吃点饭吧，一秒钟都坚持不到，你是个男人吗你？大海力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什么呀等？你叫人过来一块给我掰手腕啊！你们三个人我都能掰得过。我刚刚算不算是英雄救美呀、啊？谁英雄谁是美呀、啊？我是美丽的，是谁传染了？爷爷爷爷，他们在说什么八卦呀？没什么，赵凯丽。看他们的样子，一定是有个大瓜。我去上个厕所，急死我了！哎呀，真的没有什么。你躲我干嘛呀？赵凯丽，啊，亏我还把你当我的好姐妹。我想起以前，我每天给你上厕所，我觉得无比恶心。啥意思呀？我都听不明白呀！我是怕跟你说吧，赵凯丽，外界都传言你是个男的。我？你悄悄跟我说你是不是嘛？你信啊你？不是我不信，凯他们说的言之凿凿的，哪个女生都是你这么大力气啊？还有这浓浓的荷尔蒙。我真的是女儿呀、啊，你又不是没见过，没看那么仔细吗？哎呀，哎好了，凯丽，你不说我也不勉强你。小华，哎，上厕所吧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我新的厕所搭子了。走嘛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紧呀？我扭不开，真是个柔弱不能自理的笨蛋小美女。小风车，大洗衣机，嗷呜嗷呜，小老鼠。你们别吐了，我害怕。哎，你表哥你上哪号卧室了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是女生。那你咋证明嘛？你们都给我走！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男生都出去，女生留下来。你什么呀？火，腹如飞臀。老掉。进来。张老师，作业收齐了。啊，放那儿嘛。好。哎，李老师，你看哈，我们班现在真是一个啥子花心别厕所都出现的娃娃哈，懂还多哎，他们还。好，看地方这就行了，出现吧哈。好，张老师再见，张老师。圆圆圆圆，我有个大瓜，你想不想听？我们班的瓜心也太多了吧，我都快吃不过来了。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来一个跨性别者。啊，又来一个？什么意思？你总学本来就有吗？哪一个班的呀？他长什么样？你说他是男转女还是女转男呢？我听说啊，就是那种跨性别者的身上可臭了那种。还好吧？我闻过，就是个臭了。啊，那你多洗洗澡吧。嗯，我要写作业了，凯丽。你这个成绩，你写不写作业有什么用呢？也是不写了。小花，小花，啥子？你听说了吗？啥子？变性人呀！你的嘛？你笑笑说。我，又是我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个女孩。怕我变性了不算哈。圆圆，哎呀，凯丽，哎，我能理解你，我也支持你，但你现在确实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孩。我怎么不算呀？我啥也不差呀。你是不差，你还多了一点。到底是谁？谁在造我的谣？哎，就是隔壁班那个杨伟，他还说你们家做手术还借了钱呢。我早该想到就是他。哎，对了，你别冲动啊你。杨伟大胖子，一二三，杨伟大胖子。哎，杨伟同学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杨伟同学，你别紧张。你喜欢奥特曼吗？喜欢。我送你一个奥特曼，你要吗？要，你给我吧。你想得美！啊，痛！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杨伟，你造谣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现在该你等着了。学校贴吧那个帖子你看了吗？什么呀，我没看呢。看你全班都看过了。全班都看过了，就我没看过呀。是什么呀？你听。别紧张。不喜欢吗？喜欢。还要吗？要。原来杨伟他是你姐。妈，你真是看不出来，怪不得杨伟呢。天哪，转男的。
我听说跨性别者的身上可臭了。